现年55岁嘅1994年香港小姐季军李绮虹，参演过唔少影视作品。2004年结婚之后就开始减少幕前工作，之后更加移居加拿大喺医院任职精神科护士，到今年先至复出拍电影。早前李绮虹喺多伦多现身新片记者会，同场仲有黄秋生、鲍喜静等等。一向冇惊过素颜示人嘅李绮虹，连出席公开活动都非常樸素。唔少内地网民表示李绮虹老咗唔少，感叹岁月不饶人，又话同场嘅鲍姐比佢年长20岁，但两个人企埋一齐好似差唔多咁。